哎呦，下回大了雨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哥。一大早啊，我接了一个快递电话，然后我就去把它拿回来了，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哦，原来是粉丝啊，寄给奶奶的一罐奶粉啊，我等一下就拿回去给奶奶吃。今天下了很大的雨嘞，走，我们等一下就回去。奶奶可高兴了，等一下。我们到家了。在家一位。我们在这儿，在切瓜那个屋里。啊，那个瓜那个那个有嘞。嗯，那个黄叶露片。我奶奶在切南瓜藤啊，真的，像这个黄片，还个费什么卖吃的东西，忙你瞧给。雀巢奶粉，老人家的奶粉，开开看一下。嗯，这怎么开的？嗯，都是在这里插的三十公。哦，这样。这个我打不开，这个玩意还是第一次弄啊，这怎么开我都开不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没看见过。奶奶说从来都没看见过，我打不开。也没喝这里奶粉，从小到大。咦，一步把我等，终于把它打开了，这样一抠，然后这里揭开了。好了，现在给奶奶吃泡着喝，奶奶说看里面是什么，里面是给她看，这是，现在给奶奶泡。奶奶说特别好喝啊，感谢粉丝啊这么远给奶奶寄的奶粉过来，奶奶特别高兴啊。她说你对她这么好，祝你的身体健康。奶奶喝完了，她说太好吃了。我也在这里祝我这位粉丝啊，给奶奶这么远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过来给奶奶，我真的很感谢。哦，如果在这里祝你全家幸福快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如果视频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真的很感谢。